在菩萨，心生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舍利子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舍利子，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。色声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，无明亦无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，无苦集灭道，无智亦无得，亦无所得故，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心无挂。颠倒梦想究竟涅槃，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大神咒是大明咒，是无上咒，是无等等咒，能除一切苦，真实不虚。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，即说咒曰。Yeah.